师新闻介绍你一个好节目，那是你有头痛、偏头痛、腰痛、腰骨痛、腰子里痛，那是你有以下症状，麻烦你带薪收话，如意三宝宝，杂温。三个分钟了，卡紧转来。花师新闻，感谢你，谢谢。你们在看我吗？你们也在看他们吗？麻烦你们现在准备跟我们一起动一动了，你有没有听到好听的音乐？麻烦你的脚跟着我，跟着老师一起做律动。好，先给我一点节奏。嘿，如果音乐再大声一点的话会更好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是不是可以把它调大声一点？没错，但是不能影响到隔壁的邻居。好，麻烦你现在把你的脚尖跟脚跟轻松的做一点点伸展。好，早上一起来，麻烦你呢，先稍微活动一下。好，把脚伸展一下，你的小腿。好，麻烦你再回到拍手。这一次我们的上半身要有一点转动腰的感觉，可以吗？两位老师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电视机前的你也可以吗？继续跟着老师一起做。好，回到我们的脚跟，来，脚跟。等一下，老师会给你一点点手部的动作。好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小腿在伸展啊？来看看老师的手。来，我们今天要做一点有氧运动啦。好，手麻烦你往前伸直的时候吐一点气，我听看看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把你的手在上面，右边、左边，记得左和右。你可以再加上你的脚跟转动。好，记得放松，放轻松。把你的手部加快一拍，来，跟着老师一起做，有没有像演唱会的感觉？有，谢谢你们要来参加我的演唱会，谢谢，谢谢，不要忘，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啊！嘿，继续，嘿，麻烦你的手往后，往后，往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点大蹲的动作了，好，一样，老师等一下会给你一点点激励。麻烦你，麻烦你，麻烦你，麻烦你的膝盖抬起来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手是不是很无聊啊？是的，把你的手放下去。老师，这是做哪里的？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。你问哪一个？新年快乐。还说什么？新年快乐还没到，不是啊？麻烦你又到了我们的腹部的训练了，好不好？大腿也要使点力，手再往下。多一点，老师们还好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观众你们也还好吗？非常好。好，我们要不要来点动感的啦？动感，动动动。手叉腰，屁股摆动，往右边。注意看我的屁股哦，注意看我的脚哦，注意看我的下半身哦。老师今天穿新裤子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有有。有什么穿新的？还有 logo 在上面呢，我们公司 logo。嘿，继续。好，给我一点你的手，轻松的，往右，往右，手高一点，高一点，甩，甩，放在空中甩，空中甩，嘿，甩，记得你的屁股要像这两位老师，还有像我的一样，手在上面。老师，我这样做的还好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谢谢，还不错。来，回到踏壁的脚了，休息一下。有没有继续的保持你的呼吸啊，各位？有的。好的。麻烦你的手往上拍，让我听到，跟着我的节奏，不要停，大蹲来，蹲下去，骷髅爱背起来哦，记得你的两脚膝盖放松的弯，好，那弯曲的时候记得不要超过太多你的脚尖。老师，我今天这样穿好看吗？还不错，有层次感哦。哎，还好，对，继续，我们老板娘叫我这样子穿的。老板娘叫你这样穿，我们老板娘叫 Betty， 她叫我这样穿的。哇，那她应该会非常受到欢迎，非常好。把你的脚抬起来喽，右脚、左脚，手交进来喽，嘿 ，Go Go！ 哇，今天老师感觉好，各个部位的一些肌力，加油！
手可以全投。哦，老师这样子会瘦呢哈。也可以手掌。哦，真好。就是要让你瘦，就是要让你瘦，麻烦你身体的脂肪热量 out， 哎，继续。老师，你们有没有在呼吸？有。你们还有在看我吗？没有，我们在看电视，没有看你。谢谢，很好。好的，放松，拍拍你的腹部。哦，哇，这首歌会有点嗨哦。是吗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不要让你动作停下来，麻烦你的脚并起来，手放在腰。好，把你的右脚往外踩，左脚，单脚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针对我们的下半身。好，会老师会给你一点点非常特别，以往你没有跳过的动作。踏并右边两个，来，踏并两个，两个，记得你的脚并起来，有没有像螃蟹？有哈，好，来继续，麻烦你的脚继续的往右，麻烦你加上我的手，注意看，我们也可以用一点腰部的力量做摆动，靠腰的力量，不要忘记了。不要忘记了，老师这样讲话要不要分段哦？好，脚往外，往下搓一搓，往下。你们要说什么？搓一搓，搓一搓，搓一搓。你说，搓搓，你说，搓搓，你说，搓一搓。麻烦你的脚放轻松，现在我的手放在屁股喽。放在屁股干什么？要火烧屁股了。要火烧屁股了，来，太好了，复习一下我们的动作。好喜欢这个动作。哦，老师超爱的。啊，因为上一集呢播完之后，哦，老师呢收到很多的观众的来信，说太喜欢这个动作了。好，麻烦你再给我一个转圈，来跟着老师转右转，身体再低一点。啊，你够跳嘞，够快跳嘞，够快跳嘞，上一集就是没跳。啊，难怪我们的收视率会怎样？嘿，越来越好了。好，麻烦你的屁股翘高一点点。好，麻烦你的踏并两个，两个。有没有跟他节奏？有没有跟他节奏？嘿，好，麻烦你原地小小的跳。好，耶耶。太多的脚步动作，我要来点心肺了。麻烦你的右手举起来往右跳，换边跳。你们说？嘿，乌沙瓜嘞瓜嘞。怎么看？他真的这样唱的哦！他真的这样唱的。继续。你要看过马达加斯加？把手举起来，往上，往下。这个浪动作让你想到什么？哦，嘿，有点原住民的感觉哈。嘿，继续。好，麻烦你右手再次往右跳，往左跳。哇，现场观众好多哦，好多。继续，你要再更有活力一点点，手往上推，好，麻烦你回到踏并两个，右边，左边，靠哪里的力量？靠腰的力量。嘿嘿，中间不要断下脚，麻烦你加上你的手，好吗？麻烦你加上你的手，老师给你一点强度，老师看。哦，好低哦，好低哦，老师。导播，你拍得到吗？导播。好，太低了。好，稍微高一点，继续的保持你的呼吸，累不累？累，拜拜了。嘿，往上。哦，我要演萤火的感觉，我要萤火。慢慢往右转，来，慢慢往右转。哎呦，慢慢往右转。快要变准了。好，麻烦你右手，再次，最后了。相信前面观众机不是观众机，不是机前的观众，了解的心跳，观众机加快了，快越快了，双手一起跳，快，大声喊 ，One Two Nine，One Two Nine， 大声一点，再喊一次 ，One Two Nine， 嘿，五九嘛，五九嘛，好，请大蹲 ，Two Hack It。移动好吗？好，继续，踏并两个，回到我们的身体弯，转动你的腰，别忘你的手要握拳，握紧一点。啊，卡过会拔呗，啊，手会拔呗，啊，头会疼呗。好，继续，右手，再一次。今天很辛苦哈，等一下有活力，强哎，等一下有活力上班了吧？再
下一个，流汗的，都洗了，收手的，要出运了，要出运了，自己摆一个 pose。哎、欸，老师怎么跟我一样？嘿嘿，太有默契了！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，我录完了。